你不治他，他就会爬到你脖子上面来拉屎，不能给好人。滚，滚出我们家！请你不要再接触我女儿，请你直接把她送到派出所去。哎，他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啊？乐乐，跟我回去。我要跟你走，我要跟姐姐一起。你别动手！哎，你干嘛呀？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，未来综合台《小儿难养》。